心哦，今天这个作为圣诞节，大家可以齐聚在一堂哈、哦。哎呀，所以说呢，所以说大家，我们之前已经在好几个月前已经有筹划这个活动了哈、哦。所以说呢，今天呢要正式，阿财呢，携家带眷，每一位都可以携家带眷准备礼物的人，以此类推，这样抽下来。假设如果你抽到智者带来的礼物，请麻烦投回来再重新抽过。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圣诞大礼这个交换礼物正式开始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开始啊！在滑手机，只有你有手机哦，手机好不好？来拍拍手，拍拍手。大嫂，去喊一下！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！谁没啊？谁没拍手手过掉？他等住了，财哥出了，是来呀！好，来打开来。这个要当场拆吗？要拍照啊！要拍照。对啊，那主持人有点喝酒醉，他等下礼物要把它拆开来啊，礼物要拆开来啊！拆礼物！来，谁拆？我为什么要准备拆礼物？来看一下送的是什么啊？口罩一盒，哦，不是哦。面膜敷脸的吗？对啊，敷脸。啊，全体。啦，破掉了啦。六号。对。财源滚滚。哇，财源滚滚。你嫌它干少不够湿吗？被子，三二一，哪一家被子不能水洗？哪一家被子不能水洗？是吗？哦，来得及，工商服务时间，我来会长，不要退，一号，14号，李长，我来，恭喜，要走进来，好，直接塞，来，拆开来，这个李长。不错，这500块，对，你找丝袜套头，没有，真的，其实里面重点
是这个 menu 啦，啊、哦，这个单子哦，到时候如果要买什么，可以看参考这个单子。秦始皇用过的、他指定的礼物叫电蚊拍，电蚊拍，好啊，你跟大家解释一下电蚊拍怎么辟邪啊？可以辟邪，啊，来，好讲哦，那被他来打过来，因为有蚊子，然后被蚊子叮到会有登革热嘛，然后就是。就感觉生病一样，然后只要把蚊子杀掉就没有事，就可以谢谢。啊！这谁来的？瓦达库西，重点。重点。我也用过，我有感情。放一个记者过来好不好？哎，这边，哎，转正面，杰哥的，你们不要太多，情绪睡衣，我觉得，性感，杰哥签名照一本，哇，对，很实用哎，很实用哎，很实用，各位要了解哦，这个是星巴克的那个纪念品，哎，很用心，很用心，这个是星巴克的纪念品，平常你是买不到的，对对对。来，上一张，哎，送礼物的商家，非常用心，几个，